自衛科技大學。嗨，嗨，喂，爸爸，你好，哎，爸爸，老米，这一排就是小胖子妈妈看中的树，哦，不是，还是那一排，那一排，那个高高的，一个字，麦字，希望在于人民，前面呢？抗争。小巴特大。都是小的，各种。看一下里面。这看不出啥，就是叉烧嘛。OK， 棒，叉烧肉是吧？嗯，来，就是一种灯红酒绿大城市的感觉。记录下这一刻，表现一下你的心情。我怎么说呢？都说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吧。那个桥多长啊？没有不知道。开始吗？开始。我下去。突然的眼睛。我作为一个黑白无常，感到自己的使命重大，现在被困在这个地方，而不能去找勾魂小果，去把那些插队的、没素质的那些人的活给勾过来，我感到很愤怒、很焦急、很紧张。到底是个什么呢？就是那个看着像粉丝的那个是鱼翅是吧？然后白的是什么呀？我认为它是花椒，哦，就是不是麻麻麻的那个花椒。你品尝一口吧。感受如何？你好，我的嘴巴。被这充盈的味道充斥，没有想起来，对不起，就是觉得这世间的鲨鱼都在我嘴里的感觉。先吃这个鹅掌。别呀，直接上主菜吧。酱怎么样？贝类吧，贝类。肉质鲜美，自由弹性，又十分紧致。我咬得动吗？嚼一次呢，你感觉像是豆腐。嚼二次，感觉像蘑菇。三次，感觉像扇贝。嗯，那差不多，应该是扇贝吧。慢慢品的话，那个味儿是扇贝，很真实。很真实，好嘞。怎么那么多人啊？那我们这样子的话，应该用不了一个小时了吧？三顶缆车。好吧，那个好，啊，给我给他们。
干嘛？我在吃仔。吃仔。吃仔。啊，吃什么仔？芝士仔。哇。哇，这个好神奇啊！从来没见过这个芝士味的鸡蛋仔。芝士味是吧？蒜蓉味的。啊、蒜蓉味的。啊。哦，真的哎。还有纹路。每一栋干啥吃？今天我才放时间了，没录上吧？这次来这里的心情是什么样的？什么样的心情？什么样的心情？你是怎样的心情？我的心情是这个，我已经录了第十遍了，还没有，你往下走啦。没有，我好像前面一段录上了，后面一段没录上而已。你好。大家好，我们摄影师今天呢，我们今天出入的地点是香港太平山上的太平山景区。嗯。然后这个出入其实成本蛮高的，因为我们要排队一个半小时来拍照5分钟，但是因为我们要使这个成本最大化，所以我们决定上来。拍照拍个那么10分钟，所以呢，现在就本专业摄影师带领大家找到一个好的，既方便老爷爷勾搭老太太的景点，也方便大家拍照片的景点。很厉害，走。我们来看一下那边。除了树叶之外，后面都是看不到林立的高楼哟。好嘞，我们信了。就是你在录像啊，他刚才那个是江南的粤语版好像是，对吧？唱一遍。今天是不是很兴奋啊？是的，第一次来这个地方。走慢一点，很激动。我感觉我脑袋发胀，我感觉我还没开始呢，我脑袋发酸，还没有开始啊。我感觉我身体还换了铅。那你就像仿佛拖着铅球的运动员一样。是的，我就要把自己。沙袋的运动，我不知道。赶紧拍照。对。看我小的时候来的时候。啊。在这个地方。Volunteer。啊。Volunteer。真的。这样子拍过一张照片。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姿势像是哪里？拖着阿拉这个神灯。好了，我们快点进去了。快点，快点，迫不及待了，走吧。耶、yeah! ！走吧。楼在高了，七八级。阿哲。You know what it is？ 不知道。Do you know？、哎、这是什么？尊贵的项目。哇，好厉害，看着。尊贵。真的。我们。好厉害。我以为就拍这个，然后去跟路哥他们说，我家China my home， 整个人都扭了起来。给你拍一拍一下你。你愉快吗？开心吗？快乐吗？你不要离我这么近，我拍不到你。哎呀，您不是很横的样子。啊。不是很好、啊，不是还不好、啊。这儿，小熊维尼，啊、他走你。不用，对。你想拆包吗？啊，我手抖。我估计这个盒子应该马上就扔掉，因为好像入中国境如果带盒子，就是你新买的包的话，它就会扣钱什么的。哎，但是有点不舍得拆。就不拆了吧，就这样吧。啊？啊？那回哪儿拆去？这是什么呀？噔噔噔噔 ，It's like this。哎，太复杂了。噔噔噔噔。你
那我们大家一起看看给大家介绍一下哈。嗯、啊，看那个是《神雕侠侣》的金轮法王，嗯，那个是《碧血剑》里的金蛇郎君，嗯、那个是《书剑恩仇录》里的香香公主，嗯、那个《神雕侠侣》里的萧峰了。我、哦，香香公主，阿克夏诺，谁与争锋啊？这是张翠生啊、哦，张翠生当时是在用那个跟谢逊比肩，用勾铁画。哦。好、啊，前面那个呢？这个是应该社交吧？这个小龙女，这看着实在有点太……杨过，你去学一下杨过。你去学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这是什么？这郭这是什么？这郭襄吗？这个天山童姥。哦，天山童姥。哦，有意思。那个是咩呀？韦小宝，韦小宝，这是什么？一个大和尚啊！我猜是东岳西门的北丐。我猜是东岳西门的北丐。金庸馆，老师。说什么？金庸馆没有。我好厉害，好厉害，玄学棒。来，我们现在待的地方就是这个了，香港文化博物馆。中庭，噔噔，然后我当年大一的学现在都大四了。哎呀，然后这个操库的 student residences 要向下，怎么一个向下的办法呢？哇、哦啊，好多电梯哦，一直通下去。哇、哦，我们往下走走看吧。说，还真有，当时有不少香港人在那边喝的。就是吃鸭脖，然后还有一个活动是一些那个进新会的他们一些宗教活动哦，每周四大概9:00就在那儿唱歌，怪瘆的，你说我当时在那儿那什么对，哇，你们这个哇，那你们这个要是没赶上电梯开着的时候回个宿舍怪累的。海景楼呢，山景楼呢，看一看，山景那边没有海了，走吧，往前走走看。来，导游，去吧，导游。大家好，这个是 House One 宿舍一，那边是那个Academia Building， 哇。风光啊，这里哇！我看到 UST 了，那个甲板上写的 UST。哇，你们踢球场也太酷了吧！特别的风景吗？没有啊。身在福中不知福啊。